民警火拍的网友，大家好！现在是美东时间二零一八年呃这个元月八号晚上八点钟，北京时间呢是这个元月九号早上九点钟啊。那我们时事评测栏目呢又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天呢呃我跟这个诸位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谁将把中国引向光明？谁将把中国引向黑暗？啊，这个题目呢。 乍一看来，好像显得这个有点大，实际上也是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至少是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一二年以来啊，那么中国的一些这个有识之士呢啊，他们为了把中国社会引向自由民主所做的一些这个努力啊，这个我还想呢，呃，结合着那个英国诗人啊雪莱，呃写的那个《西风颂》。 啊，谈一谈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冬天已经到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雪莱啊，他这个在一首诗里面怎么讲呢？说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啊，这个英文的这个原文是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大家看一看这地方，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条件状语。 啊，条件状前面有个条件状语从句，if winter comes，如果冬天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已经不再是个条件状语了。冬天现在就在我们身边，那么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可以说不会太远了。也就是说，随着冬天的来临，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春天的希望了。 那我们中国唐朝著名的是那个孟浩然，有一首诗叫《春晓》，大家都非常熟悉，是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想打一个这个比喻啊。人们说这个如果用比喻的话呢，人们理解一些问题可能更加清楚一些啊。假如说相当多的。 一部分中国人啊，也有人也也也会这样说说这个绝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呢还是这个浑浑噩噩啊，还在这个睡梦之中啊。不过呢，到了这个春天，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啼鸟鸟叫，那就是自由的声音，那就是要划破黑暗的长空的自由的声音。 那么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夜里来了，刮了风，下了雨，花落知多少啊？以前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这个一方面是欣赏它的这个春景，另一方面呢，这个心情多少有点那个低落或者是失落。不过呢，最近又有了这个新的认识啊，花落知多少？大家想一想，风雨之后花落了，就会怎么样？ 果实就产生了，就会结出一些果实来，啊！不过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有网友啊，把这个这首诗呢做了小范围的这个改动啊，叫什么？催眠不觉晓，催眠啊，处处听教导，夜来风雨声，清醒知多少？催眠不觉晓，处处听教导。 这个催眠，大家看一看，有人说这个已经中国人民已经被催眠了六十九年了。那么这个六九定律或者是七零定律啊，会不会立刻就出现呢？那也有可能啊。不管是罗素也好啊，也不管是呃像啊很多政治学家啊都提到，比如说这个三代执政率啊，七十周年这个一党执政的这个周期率啊，会不会出现？ 啊，这么一种情形啊，刚才我提到，比如说除了这个罗素，还有亨廷顿啊，政治学家等，啊，那么对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呢，催眠已经催眠了接近七十年了。如果往前推一推，啊，比如说从那个一九二一年，啊，还有学者呢考据说，这个大约一九二零年，这个好像好像哈，我现在还没有认真的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查证的这方面的资料，哎、啊，中共呢就已经成立了。 那么，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一八年，嗯，大家看一看，已经是快一百年了，快一百年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处处听教导，听你的这个教导，已经快一百年了。如果从长的时间来算啊，夜来风雨声，清醒知多少？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清醒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启蒙与反启蒙。 那么长期的洗脑，长期的填鸭式的一种洗脑，到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中国内地、中华大陆这块热土，还有多少人清醒呢？啊，本来我说提到这个问题呢，我心情也感到比较沮丧，但是啊，在给诸位分享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谁将把中国引向光明，谁将把中国引向黑暗？ 你还别说，仔细的爬书爬书，过去的这几年，中国的一些这个有识之士，也是中华儿女啊，不管是在这个大陆的，也不管是在啊、呃，比如说这个像啊、呃、港澳的啊、台湾的啊，在国外的啊，在海外的啊，那么清醒的人士呢，还真的是越来越多啊，不能说越来越少。当然，不清醒的、长期被洗脑的。 啊，我记得在这个国内一所著名的高校读博士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呃，老专家、老教授啊，就是也是我们政治学界的怎么说呢？类似于这种创始人啊，呃，因为我不能说的这个太多，说太多呢，大家会呃跟这个这位专家的这个名字呢可能会挂上号啊，至少呢大家知道，那么中国在。<coughs> 七八年以后啊，恢复政治学这个学科教学，第一个恢复政治学学科教学的啊，就是呢我所这个呃读书所毕业拿博士学位的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呢是八六年恢复这个政治学学科的教学啊，当时呢呃有几位这个老专家老教授啊，他们呢啊、呃、开始呃建设在这个学校呢建设中国的这个政治学这个学科啊。 那么后来呢？呃，有一位老专家啊，他这样说啊，他说呢，长期以来啊，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个学科教育，尤其是政治学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与教育啊，那么使人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空心人，或者是无脑人。 啊，那么提起空心人，大家不免想起了像那个画皮当中，是不是啊？聊斋志异里面的画皮啊，把人心给挖掉了。这个无脑人，人家说填啊是教学啊。我记得、啊、看到有一幅漫画，那个用那个什么大剪子把人的这个大脑剪开啊，或者是用这个什么镰刀把人的大脑这个割开，然后呢往里面倒一些这个垃圾。哎，你还别说，这种长期的规训，一代、两代，甚至说三代人的规训，真的把很多很多中国人。 甚至说，中国学人都变成了这个空心人，变成了这个无脑人啊。那么，因此就政治学这个研究而言，啊，因为我本身是学习政治学的嘛，啊，主要是研究选举政治啊。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所谓的不断的一种循环。这种循环的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谓的学习、领会、贯彻、执行，然后呢？ 再进一步，再学习，再领会，再贯彻，再执行，这种循环往复，啊，那么循环往复的结果呢，就使得中国内地的这个很多人士就患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就是受害人认同加害者对他所做的一些这个加害的行为，并且呢还协助加害者加害其他更多的人，那也就是说，不管是原初的加害者啊。 还是受害者，受害者后来因为患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变成了新的这个加害者啊，加害者和新的加害者共同加害更新的加害者啊，那么这样一个机器呢，在不断的这个运转啊，就像那个啊，有一位做媒体的这个达人提到这个政治机器人这个术语一样啊，那么就使得很多中国人变成了一个麻木的机器人。 啊，那么很多人士呢，就在这么一个设定好的、固定的这个程序上运转啊。那么这些人士，不管是做学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层面也好，他们就成了为中共所驱赶的一句一句的那个呃僵尸啊。如果大家看那个网上啊，在 YouTube 上，当然在国内看 YouTube 不太方便，是不是？啊。 呃，其他的国内有优酷啊，看那个什么湘西赶尸啊，我觉得呢，这个看那个一些有关于这个赶尸的呃一些影视剧，就不免使人联想到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啊、呃，生活的一种那个景况啊，很多人是都是被这个设计好的程序不断的这个驱赶，不断的驱使，人们变成了这个麻木的机器人啊，学者亦夫如此啊。 呃，等会我们再提一下这个呃学界的一些这个人士啊，当然学界呢有很多这个头脑清醒的人啊，也有很多呢浑浑噩噩啊，头脑根本不清醒的人士啊。我甚至说这个想抽一个时间专门呃结合我本身的我本人的啊一些这个经历啊啊呃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社会政治发展状况啊呃不过呢嗯这要找时机吧。 呃，我这地方首先给大家提一下啊，呃，即便是我谈本人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呃，也不会 <coughs> 提及一些那些曾经怎么说呢？我们用一个斯特哥尔摩综合症里面的术语，哎、呃，加害于我的人士的呃这个名字啊，他虽然对我的这种加害呢啊，已经至少过去了有十几年了吧啊，就是说加害加害了十几年。 我也不会提他们的这个名字啊！我觉得呢，呃，他们这些加害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呃、也是受害者啊。到什么时候他们头脑清醒了，那就可能会成为一种这个反智化的力量啊！就像那个《道德经》里面讲的一样，什么“反者道之动也、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反动啊，反智化的力量。那么，且呢？ 啊，变成真正的那个清醒者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能够把中国引向光明的人士啊，是不是可以分成以下这个几类？我们一捋一捋啊，不敢说这个就一定是这么一个分析框架，但至少呢，呃，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分析啊，应该有一定的依据啊。那么第一类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个什么体制内的反水人士。 啊，有人说这个，把它叫什么反共啊，或者叫反土啊，呃、啊，反什么？我们不妨就用一个反水。我觉得反水人士呢，呃，倒是比较好理解啊，那么体制中的反水人士呢，当然你也可以用所谓的这个辩证法二分法，对不对？可以使这个体制呢导向稳固，也可以使这个体制呢啊、呃、导向分裂啊。那么当然，什么时候真正的这个制度它能够？ 实现这个稳固，啊，呃，不再是像那个林肯有一篇演说词里面所讲的，像那个什么裂开的房子一样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构建现代化的，也就是说民主的，或者是要自由民主的制度啊。那没提到这个制度呢，呃，可能有很多这个网友知道啊。我本身是研究这个选举政治学出身，那我想呢，呃，选举那肯定是我是要提一提，对不对？ 大家知道，现代西方民主几乎就等同于这个选举，或者是等同于这个选举民主啊。那么中国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从这个建国以后啊，毛流之争啊，毛林之争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胡赵邓之争啊，或者是江湖之争，到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什么习跟啊，我我记,我记得我记得是前两天看到好像有人说那个什么张扬。 啊，被自杀有可能涉嫌所谓的这个什么兵变啊等等啊，就是因为中国呢缺乏比较成熟的这个选举制度所导致的啊。那么如果有成熟的选举制度呢，这些问题它都可以比较怎么说呢？至少可以顺畅的不经过打打杀杀的这个问题呢，啊，这种方式来解决啊。比如说在这个毛流时代、毛林时代啊，那么谁愿意谁能成为中国一个所有向心力？ 啊，民心向背嘛，是决定一个政权的这个主要力量。那么很简单，那就是说，用选票来试一下，不就 OK 了吗？对不对？那么再往后，比如说这个胡赵邓，啊，再到到这个江湖，再到习，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啊，只要是用选举能够解决问题，其他都没有什么多大问题。我记得在国内上课的时候，曾经跟我的学生提到过啊，当时呢举一下这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为了作文，所谓的作文这个江山。 啊，会把自己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呃，竞争人士呢给拿下来啊。那么，呃，改革开放之前呢，我们就暂且不说了啊。从这个特别是，呃，八九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大家看一看啊。我们只是略举几例来说明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江泽民啊，当时上台的时候呢，他为了这个能够所谓的坐稳江山，怎么办？他要拿那个啊、呃，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啊开刀啊。 那么拿陈一同开刀，好好坐稳了。那么那这个胡先生呢？啊，就要拿上海市委书记啊，这个陈良宇开刀啊。那么到了这个习先生呢？啊，就要拿这个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开刀。哎，你还别说，这种拿三个直辖市或者说封疆大吏这些人士来开刀呢，真的能够起到这个杀鸡骇猴的作用啊。当然啊，除了这个选举之外，其他的各方面的这个制度建设都不完全啊。 呃，我记得在国内教书的时候呢，啊、呃，曾经专门研究过我们中国的这个监督制度啊，其中呢还提到过这个呃监督法啊，这个监督法这是常委会监督法哈、啊，并不是叫做什么国家层面的这个监督法啊。这个提到监督法呢，也曾经啊跟同学们介绍过这个一本书，就是那个李鹏啊，他当那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时候呢，啊，呃，他后来写了一个回忆录啊，叫做《李鹏人大日记》啊。 呃，李鹏人大日记呢，他的这个主标题叫什么？立法与监督。其中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李鹏他当那个委员长，他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督的体会，什么是监督呢？大家想一想，监督就是支持，啊，我一看就完了，是不是？这个监督就是支持，那反过来说就是我支持你就是监督你，这监督本身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他与。 所讲的这个分权制衡制度、权力分割啊，与与制约与衡平制度，它是根本上是矛盾的，啊，再加上所谓的这个什么新闻监督，新闻监督在中国内地，大家看也根本不像个样子，是不是啊？啊，就是什么党的喉舌，党的喉舌不替党说话，你的喉喉咙，你的舌头不替你说话，还替谁说话呢？当然我们提到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反水人士。 可以分为这个什么啊、呃？我们说两分法，可以说有正向反水，有反向反水啊。那么，不妨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哈、啊。刚才已经举过一些这个啊，中共高层的涉嫌内部斗争的一些这个例子。那么，其他方面的一些例子呢？哎、呃，也可以举得出来。这个一七年大家知道啊，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郭文贵先生啊。郭文贵先生，呃、他的这个爆料啊，呃，可以说这个掀起了。 最近这个几十年以来啊，中国这个社会争取啊，你可以说自由民主运动的一一个这个高潮吧啊，不管郭先生爆料他的这个呃、啊、后续成果如何，至少我们可以说啊，郭先生的爆料、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呢，已经达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呃一个这个高度啊。那么有人说这个郭先生那、哦、他。 这个背景比较复杂，我们我们不能说这个背景复杂不复杂啊，但是我至少觉得呢，郭先生一开始他也是这个跟体制有关，你可以也可以把它叫做这个什么，呃，体制内的人士啊，只不过呢，后来我们把它叫什么叫做反水，哎、啊，那么你如果及时的反水还 OK，如果这个反水不及时，到时候呢，可能后悔就晚了啊，你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这个肖建华先生啊，啊王健林先生啊，你看王健林先生对不对？呃，当然。 他有没有跌到这个低谷？现在我们还还不太清楚啊。那么铁证证的反水人士呢？还有的是你比如说，嗯，令完成先生，对不对？啊，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光贵先生，他说这个跟令完令完成先生可能要这个联合爆料啊。不过呢，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啊，他啊什么时候呢来做这方面的这个啊爆料啊？铁证证的反水实际上。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薄熙来啊，再加上那个王立军啊，像周永康啊、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呢这个，啊、呃、张阳啊、孙正才等这些人士呢，都是体制内反水的这个例子啊。只不过呢，在当下的中国，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这些体制内反水的这些人士啊，呃，还在中国啊、呃、大陆生活的啊，他们的这个境况呢，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啊。为什么呢？ 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啊！邓小平先生也曾经提到过，制度好，是不是啊？那么好人，啊坏人很难做坏事。那制度不好呢？你好人，实际上也很难做好事啊！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所以说，这个中共开国建政啊，六十九年了啊，他到现在还在不断的这个吹嘘，说为自己的这个制度到底有多好。那么 好与不好，大家看一看。你只要看一看大陆与台湾，看一看北朝鲜与韩国，再对比一下美国与前苏联，这个高下立见，对不对？不同的阵营，他们不同的这个结果，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就像那个什么你说的这、那个敬畏一样。 分明，净水、未水一样分明啊！否则的话，你体制内在这种在这一些这个浑水当中趟来趟去，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啊将中国人民呢这个引向光明。哎，呃，前一段时间我记得看到那个台湾的那个刘宝杰先生提到那个什么黄河清哈、啊，说这个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啊黄河的那个水变清了。 啊，黄河清，圣人出。圣人一出，那什么，达到这个天下治。天下治，现在是天下大乱这么一种情形。啊，这个宝洁先生呢，他还呃邀请了一些人士来谈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黄河，所谓历史上黄河清的这种这个时间段呢，大约是每隔三百年有这么一段历史时期啊。 呃，中国内地的一些人士呢，也可以这个研究研究啊，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好了，这个第二个层面，我们看一看能够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当然，建国以后有很多啊、呃，包括一些学者，建国以后有很多著名的这个学者，是不是？那么、啊、最近一段时间、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你、啊、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像那个啊何文藩先生啊、秦晖先生啊、这个朱学勤先生啊、这个范忠信先生啊。 这个周其民先生、佟志伟先生啊，好、哦，我这这地方先插一句，提一提这个范中信先生啊。那么范先生呢，啊，为什么提他呢？因为我在这个国内上课的时候啊，曾经用过这个范先生的一个案例。那、啊、范先生呢，他说这个当时他推行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官员啊，国家公职人员啊，叫什么呢？把他们的这个财产啊，要公示啊，说如果不能公示的话呢？ 怎么办呢？他就是自愿那、啊、爬行，自愿爬行多少长？好像是一公里啊！啊，结果呃，他的这个立约期大概是一年，他是一年以后啊，如果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公务员不公示财产或怎么样，我就自愿啊爬行这个一公里啊。结果过了一年呢，果然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呢啊，范先生啊，他就在那个呃，我记得当时看的那个图片是在那个草地上，真的是爬行一公里啊。 呃，当然呢，周围旁观的人士，如果根据当时的图片来看呢，旁观的人士不算多。不过呢，有一条黑狗，啊、呃，有一条黑狗在旁边呢，这个，呃，带着异样的这个目光啊，看范先生。啊，这个黑狗，哎呀，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这个至少我们可以看，它可能是。 比较同情或者是感到这种行为艺术比较好玩啊，那么啊，再加上那个，比如说周启明先生啊，我曾经提到过呢啊，我们访谈过周启明先生，谈中国的这个 <coughs> 危险审查啊。那么提到访谈呢，我这地方想插上一句啊，我们对国内很多这个专家学者，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嘉宾的那个访谈啊啊，呃。 现在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如果联系国内的嘉宾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使用了国内这个网友啊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微信啊，那么这些嘉宾呢就有可能会被这个中共啊盯住啊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啊，也就是说以后呢，呃基本上不会、呃、用微信来约定啊什么时间啊给我们的这个。 呃，嘉宾啊，呃，就是在网上进行这个访谈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微信啊，对于这个中共当权者来说，它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了啊。那么，特别对一些这个所谓的敏感人士啊，恐怕呢是这个中共当权者已经采用了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全天候的呃这种这个监督啊。呃，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是报了一则这个新闻啊，说这个呃。 中共已经啊，呃，尝试在一些地方呢，啊、呃，使用这个微信代替人们的这个什么，人们最常用的这个身份证啊，啊，最近刚刚又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说这个，呃，好像是武汉一些什么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呢，刷脸，比如说你进火车站啊，刷脸就可以了啊。那么提到刷脸，我就这地方想咳咳加上一句，大家知道，在这个尊重公民的隐私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啊，那么摄像头啊，或者是对人的这个照片的这个使用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啊。你比如说在，在我当时在美国这个南方的一个著名高校访学的时候，那么很多城市呢，就从来没有看到过摄像头。就是你开车，你比如说你开车出去，对不对？开车出去也看不到像我们国内，比如说呃，我来的那个城市是上海啊，上海呢，这个在你别说。 任何一条这个路上，在市中心的这个路上，都有很多摄像头。我记得，在我离我家住的非常近的一个那个路上呢，啊、呃，摄像头我数了数，有十四个，有十四个，非常多。就是各个角度，它是全方位的这个这种覆盖啊。那么一段时间呢，我曾经到这个上海的呃一个地方呢，去这个到政府部门啊，呃，去不能说的太详细啊，去挂职啊，去看到了这个交巡警平台。 那么消防警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们说啊，他说这个不光是我对我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是去，呃，怎么说呢？是去视察啊。他跟我们讲，他说你如果要了解要了解某一个地方的实施的动向，我现在就可以把那个镜头啊给你调出来啊，把那个当时的当地的这个录像给你调出来啊。 那么因此呢，我当时比较有兴趣，是对，因为我是高校出身的嘛，就提到了上海两所著名的高校。我说：“哎，你把那个校门口的那个，呃，给我调一调。”他说：“这个，哎，邱老师啊，你如果每天从这个校门口啊、呃，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经过上海两所著名高校的校门口啊，这个如果走来走去，不管是呃步行啊，还是怎么推着自行车啊，或者是干什么等等，你这样走来走去，想调出这个。” 呃，里面那些视频呢、啊，我们都可以给你调出来。我听了之后呢，说实话感到内心比较紧张。为什么呢？大家看一看，中国对公民的这种监督，实际上，它真的是一种可以把它叫做一种什么，叫做“天网行动”啊。它对公民的这个隐私权，你可以说中国公民的隐私权一点都没有了啊。那么因此呢，啊、呃，我记得。 不光是上海啊，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因为我对上海比较熟悉，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上海的很多这个，可能是几乎所有的这个公职人员啊，因为我当时挂职呢，不是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没有那个政府提供的内部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电话啊。这个安全电话呢，呃，也是我们国内一个嗯，怎么说呢，国内首屈一指的。 排名第一的这个手机啊，呃，不是国外的品牌啊，我说国内的品牌啊，它呢，呃，所谓的安全电话就是里面加入了一些这个什么内部通话的一些这个什么，或者是工具啊，或者通讯工具等等啊，呃，并且呢，这个通讯工具它的这个使用量啊，基本上我感觉到呢。 按照当时我的体会是没有什么多少限制，比如说，啊、呃、我在这个上海使用我的手机的时候上网啊，我花这个多少钱就可以购买多少流量，比如说这个花五块钱可以购买这个五十 MB，花十块钱购这个一百 MB 的这个流量。但是呢，他们所使用的内部的这个手机啊，呃，因为我接触到的这个呃人士啊，不能说是它的关阶非常高，但也不是非常低啊。 他们内部说使用的流量呢，一个月是三个 G，啊，三个 G，啊，有很多人士呢都用不完，啊，呃，当他们在使用那个手机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有不少人士，他们就是说，这种这个心理啊，呃，怎么说，防范心理都特别强，使用的时候呢，嗯，就这么悄悄的啊放在眼前，我看那个动作给我留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我们扯的有点远了啊，那么提到这个学者。 啊，刚才提到，嗯，除了我们内地的学者啊，内地当然还有很多著名著名的学者，对吧？我们呃一时都都难以说全啊，像这、那个，比如说像刘俊宁的一些学者，对不对？啊，呃，至少我觉得香港的一些学者啊也非常啊值得我们一提，比如说这个像陈建民先生啊，啊，中文大学的陈建民先生啊，他也是这个战中三子之一啊。 戴耀庭先生啊，他是那个港大的啊，那么蔡子强先生也是中大的啊，呃，那么呃，陈建民先生呢啊，我曾经到他办公室去访谈过他啊，那么可以这样说啊，当时我是在那个中大的那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啊做访问学者啊，可以这样说，这个因为中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特务机构吧啊，它的这个建设啊，长期以来呢对这个。 香港的、台湾那些学者形成的这种心理压力啊，负面影响啊，那么使得我当时呢去见那个陈建民先生的时候，我先通过这个 email 啊，用的是 gmail 给他约啊约一个这个机会呢，对他进行那个访谈。访谈说时间是一个小时，因为当年就要酝酿那个战中战中运动啊。陈先生呢，他是那个战中三子的发起人之一啊。那么戴先生呢是那个港大的，我当时约了啊，没有没有约上，时间也比较紧哈。啊 啊、呃，就跟陈先生呢，陈建明先生啊、呃，这个约谈了啊、呃。陈先生一开始呢，对我这个比较提防啊，他担心内地来的学者是不是怎么说，共匪，有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对不对啊？啊，不过呢，后来还是通过陈先生的一个学生啊，他的一个不能说太具体啊，一个学生啊，给我这个引荐啊，陈先生呢，打消了这个顾忌啊，我跟陈先生推心置腹的谈了一个小时啊。 陈建斌先生非常忙啊！我记得在这一个小时的访谈过程当中呢，他有八次电话啊，他短暂的好像接了一两次，一两次呢，就是说，呃，都有个十几秒或者是二十几秒啊，说一下呢，他在接受我的这个访谈就是不方便呃呃，呃很长的时间给对方那个沟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是正在准备这个战中，呃，公投啊、呃，就是这个，呃，实际上是一种那个模拟的投票。 啊，呃，所以说当时呢，他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紧张啊，呃，不过呢，我觉得能够跟那个台湾的一些这个学者，哦，这个对对不起啊，香港的一些学者沟通啊，呃，的确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啊，呃，陈先生给我提到呢，嗯，因为有我我我也是这个呃学者，对不对啊？呃，真的有很多这个呃。 怎么说呢？共通之处啊，我们呃，陈先生他曾经给我呃呃，曾经曾经提到呢，这个他跟他妈妈写的一封家书啊，说他怎么样到国外去求学，对不对？然后呢，呃，就是有呃他的这个见他的一些这个观点跟那个家人呢啊之间有比较大的这个不一致之处啊。不过呢，他就是说请他的这个妈妈啊理解。 啊，呃，实实际上对于很多这个学者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啊，那么因此呢，呃，我就慢慢的理解到啊，中国古人所讲的有一个提法叫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啊。我来到这个美国以后呢，啊，也跟一些这个在国内，呃、啊，从国内流亡到美国的一些学者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说这个嘉俊你。 呃，最近有没有这个回国的打算？你在这个什么地方做这个媒体啊？这个一天到晚啊，什么讲一些那个什么人家不太爱听的话，呃，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个我心里非常清楚啊，呃，结果呢，有一位学者给我讲啊，他呃也是我的师兄，他跟我说，他说家军，中国人自古讲忠孝不能两全，恐怕现在呢，不光是在你身上，在我们很多这个学者身上啊，或者是特别是流氓学者身上。 呃，就能够得到这个非常深切的展示。我非常深切的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的祖国，啊，我是忠于我的祖国，但是我不会忠于那个所谓的土共，不会忠于那个邪党，不会忠于中共这些当权者，啊，这个孝啊，对自己的父母，对不对？真的不能够在他们。 不能够在他们面前尽孝，我的确是心里也非常难过。但是我在想，我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就是我，我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的孩子，对不对？还浑浑噩噩地生活在 CCTV，有人把它叫 CCTV 当中，一天到晚就看那个什么，晚上七点钟的那个什么新闻联播，啊，我们。 看到北方的有很多这个家庭，就是说像，呃，年龄比较长的一些人士吧，他们还生活在那个什么 CCTV 梦当中。那么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够前进呢？我们说这个忠孝不能两全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体会，呃，的确是非常深刻的，啊，但是呢。 呃，个人的事情不能谈太多啊。如果如果是要这样谈的话，我想拿出一一些专题来谈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不不讲那么多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特别关注一些这个维权律师啊。一提到维权律师，他就想到中国的人权律师啊，吉林九律师，对不对？呃、啊，就像韩国的那个电影《辩护人》一样啊。那么中国的这个人权律师啊，实际上维护一些这个人权啊。 那么，对于这个人权的研究，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大家想一想，人权当然有学者提出所谓的这个三代人权啊。这个呃，中国的宪法里面也提到国家尊重啊和这个保障人权啊。中国的中共的这个解释呢，对对人权的解释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啊，也就是这个柏拉图啊所提到的什么猪的城邦的这个权利。 就是没有把人当做人来看待，不是人权，而是猪权，啊。那么真正的人权是什么呢？大家看最基本的人权，它实际上是包括这个三个层面，啊，包括什么？生命、自由和财产。说生命乃啊西方讲，乃上帝所赐。我们中国人讲那个天赐，是不是啊？那么有了生命，那么与生命紧密相关的就是你的这个自由的权利。 那么有了生命而没有自由，那就是说，与猪无异，就是所谓的猪的城邦。那么生命与自由的权利啊，由此呢出现一个连带的权利，就是所谓这个财产权。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西方的这个人权，他讲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中国的宪法，中共的宪法里面也提到。 保护这个私有产权，但是呢，他没有说这个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因此，不管是建国前、呃，中共开国见证以前，开国见证以后，一直到现在，刚刚吃多了这个像王健林等一些人士啊，他们的这些财产，包括光棍先生的财产，对不对？他们没有一个所谓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保障。啊，你今天是巨富，特别有钱，你成了中国这个什么首富，中国一哥，那你的这个也没有。 我们网络上讲什么？没有什么安全感，啊？那你的生命、你的自由权，你那么有钱，你能保障吗？不能，没办法保障，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在这个州的城邦啊，城邦里有可能有很多这个我们的网友并，并并并一定完全清楚啊，我们就把它叫做国家吧，啊？就在州的这个国家，在州的一个国度，啊？你所能够要。 求的权利就是什么？就是多吃一碗猪食的权利啊！你要什么自由？要什么生命权？啊，更别提什么财产权，都不是你的啊！那么提到这个维权律师，我们知道，啊、呃，前一段时间我我本来想访谈那个李文竹啊、呃、女士啊、呃，她是王全章律师的他的这个夫人啊。那么李女士呢，呃，她说现在还啊、呃，她她,她当然她。 他现在可能会答应我们，呃，我们的访谈啊。不过呢，我们正在怎么说呢？在在在跟他沟通啊，到底啊、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呃，他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啊。我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个七零九律师啊，是以是这个一些具有这个民主意识啊，具有这个天命感的啊一些人士，他们的这个。 呃，家人他们的夫人，像李文竹啊、王俏玲等等啊，他们的这个夫人啊，更是中国了不起的这个女性。人家说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他们呢，在他们的这个老公啊入狱期间呢，他们顶的不只是半边天，那、啊、几乎整个天他们都在顶下来啊。呃，我知道呢，有很多这个律师的这个家属啊，他们呃老公啊入狱之后，当然有的是这个。 呃，女律师啊，老婆他们入狱之后呢，呃，他们生失去了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说呢，他们租住的房子也这个被有关部门说骚扰啊，使他们呢不得不离开啊，他们的孩子子女的这个受教育权也受到这个剥夺，受到了这个剥夺啊。呃，好在呢，我我们国内有很多这个律师啊，呃，他们还通过呃不少的这个途径啊来。 这么说来帮助这些这个七零九律师他们的这个家属啊？我也曾经参与过，比如说这个每个月啊，呃，我也不是每个月，我也不是每个月都给哈、啊，呃，这个给这些七零九的这个家属啊，呃，一些这个一些钱啊，呃，供他们这个生活啊。据我了解呢，平均来说每个家庭啊，大概救助每个月大概是两千块人民币啊。 呃，因为受害的这个家庭比较多，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救助的这个家庭呢，啊、呃，也比较多。当然，国外也有很多这个人士救助，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呃访谈的那个富西丘牧师，对不对？啊、呃，他救助了那个张海涛的那个夫人啊，李爱杰女士和小曼德拉啊、呃，当然也帮助他这个成功的啊，从中国这个逃离出来，奔向了这个自由啊。那么，为什么要？ 专门强调这个维权律师呢？啊，我我提到过，我是研究这个选举政治学的。那么在国内做这个选举观察的时候，啊、顺便提一下哈，选举观察叫 election observation 哈、啊。啊，我们国内做选举研究的学者、啊、接触这个术语，包括我本人啊，我是零我是零零八年以后啊。那么具体呢，接受那个呃选举观察的那个培训也是国际上的这个培训。 啊，是一零年啊。那么提到 election observation，就是这个选举观察，特别是国际选举观察，可以说在一零年以前，我们国内的这个学者，啊，就是说大学里面，我们至少说大学里面教书的这个人士，基本上都不知道这个术语，啊，连选举观察都不知道，国际选举观察更不用提了，对不对？那么在国际上判断一个国家的这个民主是否靠谱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允许。 或者是国际选举观察团队，他愿意去观察，啊，那么一个是允许，另外一个是愿意啊，你就是允许。当然，我们中国的这个选举法现在不允许。另外呢，就是是不是愿意，因为国际选举观察团呢，并不想对那些专制者、独裁者背书。你如果你的选举搞得不好、不民主，啊，那么国际选举观察团呢也不愿意去，啊，呃，那么。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维权律师啊，其中呢，当时我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调研啊，在全国的，嗯，一零年、一一年做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选举观察啊。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观察基地，对不对？跑了十二个省啊。呃，这个观察报告呢，我可以抽一个专题给大家这个讲一讲啊，里面非常有意思啊。发现呢，呃，有很多这个独立候选人啊，在国内呢，你提独立候选人都是非常敏感的词哦。 这个所谓独立候选人，就是自觉的独立于体制之外的一些这个候选人啊，呃，或者你叫什么竞选人吧啊。那么有很多呢，都是维权律师啊，并且呢，还有不少地方比较这个扎堆，比如说像啊、呃、中国的这个北京啊，像广东啊，广东广州啊，像深圳，像那个浙江啊，呃，那么像天津啊，上海啊。 呃，我们山东人也不少啊，还有呃江西啊，还有这个湖北等一些省份，<coughs> 那么独立候选人呢，相对来说都不少啊。呃，我记得当年在这个选举观察过程当中，全国各地跑啊，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统计啊，中国大概有二十二个省。 啊，这是一零年、一一年的数据啊。一六年呢，我是在美国做前景观察啊、呃，因为没有在国内实际的观察，所以说这个数据一六年的最新数据倒没有啊。二十二个省呢出现了独立候选人啊。不过呢，根据我个人的统计，在独立候选人呢，他们在提出竞，他们在参与竞选的时候呢，呃，有明确意识提出竞选口号或者竞选纲领的，大约呢，呃，只占百分之八啊，就是不光是律师了。 因为我当时统计的这个人数比较多啊，总体呢就是有不到一百五十人啊，访谈的呢就是有几十位啊，全国十几个省份嘛啊，呃，其中非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呃，这个维权律师啊，他这种的意思呢非常强啊，他也懂法律啊，呃，等以后呢我们抽时间也专门呢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维权律师啊。 呃，当然呢，呃，也访谈到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按照中共的这个话语来讲，或者是中国人的话语来讲啊，一些这个呃所谓的高层人士，或者是与高层呃有关的比较知情的一些这个人士啊，呃，更高层的这个人士呢，我不想举更多的例子，呃，我就想举一举那个中央民族学院啊，北外的。 北外的那个吴清教授，她是冰清呃，这个冰心的女儿啊。那么她住在这个中央民族学院啊。呃，因为她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以说我提她老人家的名字呢，应当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吴清女士呢，她也当过这个海淀区的这个人大代表啊。她当人大代表呢，就跟那个湖北潜江的姚立法先生一样，是真正的，我觉得是十分难得的，国内首屈一指的这个人大代表啊。 那么我跟那个吴青女士呃约好时间，呃，到她家这个去访谈啊。访谈呢，呃，因为她比较忙吧，就是说，呃，当时去见她呢，她年龄也也比较算是年龄比较长的，呃，这个一位女士，所以说呢，我就尊重她的这个给我安排的时间，哎、呃，到她家里去访谈啊。我还给另外一位这个国内的人士啊，因为她这位人士呢还在国内，我不方便提这个名字啊。 不过，比这个吴清女士呢，这个提她的名字没问题，因为她是公共知识分子，她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啊。那么再高影响的人士呢，呃，就是说啊，我们就就以这个吴呃吴清，啊，我不我叫她吴老师啊为例吧，这个来谈一谈啊、呃、访呃当时呢访谈她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到了这个她家啊，她就给我这个举一些例子，说这个她参选啊、呃、北外，因为她是北外的那个。 北外的老师家住在这个中央民族学院 <coughs> 啊，这个这两天比较比较干，多喝点水哈、嗯。那么到他家里以后呢，他就呃，我看他的那个家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到处都是书啊，学者嘛，到处都是书。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呃客厅里面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字，就是“道德”的“德”，这个德“德”呢是。 这种正体字不是那种那个所谓的这个简体的写法啊，这个有很多我们知道，方家啊学者，大家对这个德字呢研究研究啊，呃，他这个整体的这个德字的这个构成啊，呃，他还给我提到呢，说中据他了解，中共高层的一些这个人士啊，呃，他们对这个候选人啊，对这个社会采取了一种这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他当时呢，呃，给我来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为艺术，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看这个社会的政治发展，不敢看，把眼睛要捂住，这是悄悄的开一点缝，看一点点，那么嘴呢不敢说，把嘴给捂住。 我觉得这个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不光是他，也是中国。我可以这样说，绝大部分啊，你要从那个选举制度学来讲，绝大部分呢就是说，呃，至少要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吧，啊，呃，甚至说更多一点，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中国的学者的这么一个生存状况，啊。 不是说不敢看，而是呢，你看的这个范围有限，说是不敢说，啊，那么我也知道中国的这个学者，尤其是做人文社科的啊，我、哦、们政治学的这个学者也是属于这个人文社科的，对不对啊？大家都比较清楚啊，有很多一部分学者的这个研究经费、研究课题啊，就像那个国家课题者所谓的什么国家社科、教育部的，还有什么各什么省部级的课题啊，还有这个什么。 呃，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纵向课题、横向课题等等啊。那么课题研究，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相当多的这个研究资源，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要真正拿了这个所谓的国家课题，你就要听他的话，否则的话，你完不成，啊，你这个课题经费也没办法报销，啊。 这个国家课题呢，根据我的这个观察啊，至少从零八年，我从零八年到这个，呃，一七年、一八年呢，哎，马上就要出来哈。这个国家课题，国家社科的这个题目啊，研究了一下，就是我其他专业我不太清楚，就对政治学而言，哎、啊，越来越媚媚上，越来越啊、呃，不能叫媚媚俗，越来越媚上啊，带有这个“金上”三个字的。 这个课题，这个题目呢，越来越多，就连国内一流的，政治学科的高校，亦复如此，啊，我记得曾经跟那个美国的一些学者那提啊，我说我是国内哪个高校毕业的，嗯，我说我们这个高校的政治学呢，呵呵当然也不是自吹自擂哈，就是说有点有点那个什么说呢？ 有点不好意思哈，有点小骄傲。说我们那个学校的这个政治学啊，在国内是是数这个的啊。当然了，一一一这样说，另外一所高校就很不服啊。另外一所高校就是他的这个排名，整体排名比我们那个大学更有名啊，对不对？这个提起来也不妨，就是李克强先生毕业的学校，北京大学，是不是啊？所以北大政治学啊，他们认为是第一。当然，这个我们不好说谁第一谁第二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像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政治学。 啊、呃，有很多学者学界认为呢，这个排名呢是数一数二的，可以这样说啊。但是呢，呃，美国的有不止一位的学者跟我讲，他说：“家军以前这个学校呢，啊，据我了解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这个怎么说呢？又红又专，啊、对这方面研究，政治学的研究啊。最近这几年呢，它有一个转向，转的什么？” 子红不专，那我说从国外，呃到国内到这所著名的高校去的学者呢，他们写的文章你不能说子红不专吧？哎、呃，你还别说，我听到了一个这个小故事，当然并不是针对某一位具体的学者，我估计呢这种情形也比较常见啊，呃，也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高具体的高校哈，说这个在原来。 在国内曾经读过书，后来呢到国外又读书啊，又拿了这个什么 P.C.D，又又教书啊，成了这个怎么说呢？成了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国外学者啊，说海归学者啊，又回到国内的这个高校啊去教书。有一个小细节挺有意思哈、啊，说这位学者呢，原来他是中共党员。 出国以后，在国外过十年八年，哎，失联了，跟中共失联了。失联呢，按理说，按照中共的党章，你说六个月不交党费，失联呢，就是说你这个党员就就就就自动的退出，对不对？结果呢，回国以后，哎，中共没有忘记他，说虽然你失联十年、虽然十年、八年没有交党费，还没问题，说我根本不 care，对不对？你交不交都不要紧，现在组织上又需要你，所以说又怎么样，又加入了中共的这个组织啊？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呢。 呃，怎么说呢？就是就是不加入这个组织。比如说我们，呃，礼拜五访谈的傅西秋啊、呃，牧师，他原来在这个北京社会党校教书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党校的老师啊，他就不是中共党员，那、啊、真的是十分难得啊。所以这种情形啊，在国内啊，回到国内的一些海归学者啊，我并不是说说你学问做的不好哈、啊，我只是说某种情形下也不得不受制于这个制度的牵制。 哎，你否则的话，你想拿那个什么所谓的这个什么，呃，国家社科啊，又是不管重大还是一般还是青年啊，一般来说回去的这个呃海归学者呢，青年这个年龄段已经过了，对不对？一般就是你至少要拿个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啊，重大项目也不是没有可能。结果呢，我就发现这个我所毕业的那所高校啊，还有当然还有很多高校啊，在国外读了书的一些学者回去以后呢，果然。 拿了很多这个国家课题，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啊。这个例子不是我们那个学校的啊，我就说，因为一举我们学校呢有很多人士，他可能比较喜欢翻一翻就对应起来，这样不好啊。说另外一所高校啊，在另外一所高校，啊、另外一高校这个学者呢，他们、嗯、怎么说呢？学问做的好不好，我我我不不想用一个价值判断来来说明，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哈。啊 这个他研究什么呢？研究中国社会的这个叫什么？综合国力或者叫影响力？我想是不是这个样子哈？呃，原原话是不是这个样子？综合国力或者是影响力？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哈。那么就是在世界的这个排名啊，我想一想哈，大概就是类似于这个什么？叫什么呢？ 我我可以回去查查资料哈，这个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这个这个，我、这个、们说脑子一时短路啊，也很也很正常啊。不过呢，我这个这个内容呢，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呢，就在国内上课的时候，给我的本科生、给我点你说上课的时候都拿这个东西做过这个案例，哎，听也是。这个话说啊，某一个呃直辖市某一个。 一流的高校也是一流的高校，我可以这样说啊。你把它划二流呢，有点不，不太不太对。一流的高校啊，呃，他就研究了一些这个什么一个一个类似于叫国家级的那种那个重大课题啊。这个课题呢，就是呃，用以排名啊，把这个世界各国老百姓对这个类似于哈，就、啊、是原话是不是这样了？我回去要查一查。呃，老百姓对这个政府的这个认可度。 啊，比如说这个，从我高度认可打一百分，对不对？到这个什么，呃，最差的就是零分了，对不对？或者是有人说你复制啊，复制也不是不可以，从零分到一百分，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统计学上来讲，我们比较容易这个理解啊。结果呢，啊，我就看到这个这么一个研究团队，并不是说某一个个人，啊，他已经有,有,有,有叫什么，我们就把它叫普世化啊，这么一个研究团队得出的这个结论，啊，中国老百姓。 对政府的认同度，大家想一想，在很多层面上都比哪些国家高？可能有很多国家大家说出来都不大相信，但是我是说，只举两个例子就 OK 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啊，那就是说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公民，英国的普通老百姓公民，对他这个政府的这个认可程度。 啊，没有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中国的公民，那个怎么搞？我当时一拿这个案例，它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啊，画了很多的这个图、柱形图啊，等等等等，对不对？还、啊、有所谓的用大数据啊，还有用的所谓的联合国的数据啊。我当时就想，如果你从那个抽样的角度来讲，你是不是一个利益样本、利益抽样，或者是判断抽样？ 而不是随机抽样。当然，讲抽样可能，呃，这里面就是一些这个术语，需要需要解释。所谓利益，就是你根据你的这个想法去抽样。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某一个这个直辖市，当时呢要酝酿这个什么呃家用的这个燃气涨价，家用的燃气涨价呢就要找这个人开听证会。 啊，就是是不是涨价？是涨价还是不涨？还是维持这个原价？结果呢，找了二十个人啊，开听证会。啊，我这个呢是，我上课也用的一个案例。大家想一想，你要找你要找二十个人开听证会，啊，你如果要随机抽样的话，对不对？随机抽样当然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最简单的，你比如说拿一个这个电话号码簿啊，我们举个例子啊，从一号到一百号，每隔十个抽一个，每隔十个抽一抽一个，個一一個打电话问人家找一些这个公民来这个。 看参加听证会，这样基本上属于一个随机抽样啊，或者到公园里，你比如说到上海的人民公园，对不对？在人民公园的某一个入口，你看到第一位进那个公园的这个公民或者是游客，然后呢，每隔一百个，哎，你就这个来询问他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上海市呃燃气涨价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有的不一定是上海的市民，就是说你要找那个有有效的那个市民啊，来问那个问题。 啊，或者用电话号码抽都可以，对不对？结果呢，这种所谓的酝酿那个燃气涨价啊，找的是这个什么？找的燃气公司的人。燃气公司的人说：“哎呀，真的是需要涨价，太苦了，这不涨价不可能，怎么能过呢？这个日子怎么活呢？”哎，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利益抽样。啊，当然，这种利益抽样还可以跟那个判断抽样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就是这种判断，我认为。 这个所谓的抽样，这种听证能够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所以他就找这些人。果然找了二个人，百分之百一致同意，都同意这个什么上海的燃气涨价。那这种研究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你想一想，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拿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大课题，这么大的一个团队，最初得出了一个报告，成为世界级的笑柄，他还搞全球发布，我不知道。 全球，全哪个球？全你个什么球？对不对？你别说这个全球了，你就是连全中国啊，全某个直辖市，全高校，你全系全班，连你自己几个人都不会相信的。他能够这些学者能够把中国引向光明吗？拿了大笔的这个钱，我们就叫民脂民膏。 能做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啊，关于这个学界的问题，我我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本身就是高校出身，对不对？可以讲很多很多的案例啊。今天呢，我们不能够呃做更多的这方面的这个讲述，我们可以可以出专题啊。那么第三个层面啊，第一个是体制内的人士，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讲的是这个呃。 维权律师啊，也加上了学界一些人士，对不对？第三个呢，我们看一看，你比如说这个，怎么说？有一部分人提到这个宗教界人士啊，呃，可能也比较，呃，怎么说呢？对于推动这个社会政治发展啊，或者有的地方说有可能，或者由于政府的这个原因阻碍了社会政治发展，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呃，当然一提到这个宗教啊，就在我们中国就比较复杂，比如说包括这个什么。 呃，基督教，基督教又可以分为什么 <coughs>？一般我们把它叫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啊。这两个呃重要的教会，基督教、天主教，它又有这个什么政府支持的教会，也有这个什么呃民间支持的教会啊。你比如说那个政府支持的，我们可以简单说把它叫什么叫三自，是不是啊？啊，那么民间的呢？你像那个天主教啊，他们把民间的叫做就是不认不认同政府的那个三字教会的。 它叫什么？它叫这个地下教会啊、uh,，underground，啊、uh,，church。那么像基督教呢，它叫叫家庭教会。那么关于这个教会呢，呃，我也稍微有一些这个研究啊，呃，曾经呢听一位这个呃家庭教会的啊、呃，我可以把叫做负责人告诉我啊，他说这个中共现在呢。 对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啊，天主教叫地下教会，它有一个这个规定，叫、就是、什么？人民聚会的时候，人数在一个小组里面不能超过三十个人，当然有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啊。他还告诉我，在三十个人当中，至少至少有一位是这个什么呃民中局的，啊，或者叫民中委的啊，一般是民中局的这个线人啊。那么至于是谁？ 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头或者地下教会的头，他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啊，他会呢参与这些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的活动，啊，比如说北京比较有名的那些守望，对不对？守望，我曾经去看过，他原来呢在那个中央电视台影视剧制作中心啊，呃，有一个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活动，每天每个礼拜天有三场聚会，每一场聚会呢有三百多人啊。当然了，这个你的这个活动越越越大，越有影响力，可能呢受政府的打压越多。 那么像前一段时间，这个夏宝龙先生在这个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拆这个什么十字架，呃，拆这个教会、拆教堂啊，实际上呢，就是担心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众呢，啊，或者特别是这个基督教它的发展呢，呃，比较快，啊，因为 <coughs> 基督教一发育，你比如说美国，我们以美国为例，对不对？它就是建立在一个基督教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么一个国家，啊，美国总统川普。 啊，大家看一看他这个就任的时候，他竞选的时候，一天到晚的祷告，对不对？国会也是这个样子啊。当然，如果这个基础比较稳固了啊，他有可能呢，呃，向这个新的社会政策转型啊。现在就说这个信用的基数啊，可能呢还不是太还不是太大。至于多少呢，我们得不到这个最真实的数据啊。那我国境内其他的这个宗教，你比如说像那个伊斯兰教啊，像佛教啊。 呃，像道教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这个宗教啊，基本上呢，呃，可能只要是你所谓的有一些反骨，对这个体制不满，可能就会受到一些这个打压啊。其中呢，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你像那个什么藏传佛教啊，达赖喇嘛是不是？达赖喇嘛呢，这个尊者达赖喇嘛后来在这个达兰萨拉啊，印度的达兰萨拉啊，建立了这个呃新的民主政治啊。 在我们国家台湾地区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苏家宏先生，他呢根据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流亡活动呢写了两本书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访谈那个贡嘎扎西先生啊，就在这地方讲了二十来分钟，因为他时间比较紧啊。他也介绍了这两本书，我看了一下，一本就是这个苏家宏先生所著的《这个流亡中的民主》啊，他是印度流亡藏人的这个政治与社会。 他描述的呢，是1959年到2004年的啊这么一段时间，这个流亡中的这个民主，啊，那么他讲的是这个达赖喇嘛呢，啊，从1959年啊出逃啊，这个出逃之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流亡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到了这个达赖萨拉啊，逐渐呢准备开始创建民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其中呢，我记得当时听那个贡嘎扎西先生讲。 说这个造成五九年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出逃的原因呢非常多，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啊，呃，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我回去再认真的听一听哈、啊，呃，就是要听话听音嘛，是不是？有一部分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可能是这个，当时五九年以前，尊者达赖喇嘛呢，他是想在这个藏区有计划的推行民主，这样呢就为中共所不见容啊，所以说呢，呃，他也只好这个流亡。 那么，另外一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苏家鸿先生的这个书呢，就是啊，民主在流亡中转型啊，呃，他这个转型讲的，特别是这个二零一一年啊前后啊，这个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啊啊流亡藏人呢、啊，他们的这个什么啊人民议会啊，还有这个什么呃、啊，我们讲的这个什么执政啊，就是就是这个总理啊，他们的这个选举啊，实现了这个。 呃，政教分离啊，达赖喇嘛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呃，从政治上啊，全身而退啊。大家想一想，假如真的像这个贡嘎达西先生所讲的一样，就是说，如果尊的达赖喇嘛从五九年以前就准备实施这个在藏区实行民主啊，那他的这个努力，岂不就是跟中共的努力正好相反吗？啊，中共也在藏区进行了所谓的这个什么民主化改革，实际上那是假的。 对不对？那种民主化改革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这个权力、权势啊伸展到这个藏区而已啊。那么关于这个，你比如说宗教界的一些这个啊争取民权的一些这个人士啊，大家知道，原来在中央民族学院教书的那个呃创维维在线的一个学者啊，叫伊利哈木啊，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当时我记得在国内教书的时候呢，也用过伊利哈木先生的这个案例。 啊，呃，我用案例的时候呢，伊里哈姆先生还没有失去自由啊，结果没有多久，我们就看到中共呢，这个他开始收紧了啊，收紧了呢，伊里哈姆先生呢，呃，就去坐牢了啊，呃，再比如说我们国家呃香港地区的那个战中三子的那个牧师啊，呃，周耀明先生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啊，这个。 呃，逃亡到美国的这个牧师啊，傅希修先生啊等一些这个人士，也就是说宗教界的人士，他们呢，呃，有很多人士也做出了这个不懈的努力啊，把中国这个引向引向光明啊，引向自由啊，呃，你们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样，对不对啊？是，我是你这个脚前的灯啊，就是这些灯光照在哪里，就是把人民引向哪里，引向光明啊，呃。 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这个，就第四个层面，我们简要的提一提，是不同证件人士啊。大家知道一七年啊去世的那个，像刘晓波先生啊，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啊。还有一些这个年龄比较长的，你比如说像鲍彤先生啊，呃，还有一些人是像那个，比如说高志胜先生啊、胡佳先生啊、王敏章先生啊，呃，艾薇薇先生、啊，唐静林先生啊，我们访谈过的那个呃王庆林先生啊，要从我们大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 啊，台湾我们等会再说这一块哈、啊，呃，还有包括我们国家，你比如说这个香港的呃长毛梁国雄先生哈、啊，很有意思哈、啊。这个提到这个长毛，我这地方想插一个小故事哈、啊。当年我在这个某一所高校教书的时候，听说呢，呃，香港的那个嗯立法会的议员啊要来这个上海，呃，在住在西郊宾馆啊。 哎哎呀，大家都知道了啊，西郊宾馆、啊、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那因为我跟那个我在香港我去过两次啊，就是访学啊，呃，特别是在这个重大访学时间相对来说就长一点，中国研究中心啊，那么也跟那个很多这个呃香港的这个议员啊，不光是立法会议员啊，政府官员，包括这个学界，呃，学界是最最主要的，对不对？有一些联系啊，比如说也跟当时的那个立法会主席啊，包括这个梁国雄先生，包括何俊林先生等等。 呃，一些人士呢，啊、呃，我听说他们要到上海来，我就想我要尽地主之谊，啊、呃，就写了个 email，啊，就是说这个，呃，如果他们方便的话，因为我知道他们准备在上海待个两三天，啊、呃，我想请他们那个，呃，聊聊天，也没有说这个什么一定要给我的学生做一个报告，对不对？要做真真做报告的话，他们可能，呃，中共当局呢就更担心了，啊，结果呢，我还是来说一下中共的这个监督部门，那我用这个，呃。 我学校的，因为你要跟这个境外的啊，就是我们香港地区不能叫国外，境外的人士联系呢，就是最好是你的工作邮件啊，我就用我这个大学的的工作邮件啊，跟那个人家联系。联系之后呢，呃，有我就联系了五位啊，其中呢有一位给我回复了啊，就是一位那个职位最高的啊，这个呃，他现在也不当主席了，这个不要紧啊，呃，张玉成先生啊。 他他的这个，呃，他回复回复呢，就是、说不方便啊。那么其他几位人士呢，呃，没等到回复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没有飞机落地以后，没有让他入境啊，就把人家赶赶回去了啊。其中呢，那个梁，就说梁国雄先生还背了一些书啊，这个书好像就是孝叔先生编的那个什么民主的，啊、呃、先生大概是。 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呃，后来我你没有做更多的求证，因为你要求证是非常之难，对不对？后来没有，再也没给梁梁先生呢，呃，这个联系上。结果呢，还是回过来，就是我用我这个工作单位的这个 email 啊，给这几位这个议员啊，我觉得比较我、呃、我至少熟悉的议员吧，啊，呃，请他们呢这个给我我、呃、我请他们聊聊天啊，尽尽地主之谊。结果呢，这个。 呃，因为我在大高校教书呢，高校老师比较自由。我发完 email 之后呢，呃，没有，大概是应当是晚上了，晚上好像十一二点钟，我们高校老师休息的比较晚，十晚上十一二点钟休息，我就把电脑关了，把手机关了，因为第二天要准备上课，对不对？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上课大家知道，呃，高校老师上课，我估计每个高校都这样，我上课的时候要把手机关掉，对不对？我起来第一二节有课，我就去上课了。 上课呢，我我我根本没感到什么不正常，因为我当时的手机还没有把这个呃 email 挂上，哎呃就是学校的那个工作邮箱没有挂上。上完课之后，我就按照这个正常的习惯啊，大概是十点钟八九十的时，我就开手机，开手机我就看到，哎呦，果然就是说这、那个我们只能说有关部门的人士、啊、这些人士呢，我我我我这地方给大家说一下，信守一个诺言。 这个诺还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不找我的麻烦，我就不想说更多啊！不给我找麻烦，我就不说你的名字，不说我所知道的你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给我找了麻烦，那对不起，我就会把你所做的事情。 给爆料出来，把你的名字、时间、地点，我都有记录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啊，不管是在我后来的工作单位也好，原来的学习单位也好，所谓的老家也好，你试试看。我，我有非常多的机会，每天都可以说，啊，把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一件一件的，按照时间、地点、人物，对不对？都可以说得出来。 当然，我不希望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讲，可能也并不一定符合。比如说，我在这地方做这个媒体的这么一种啊、呃，这种角色吧，可以这样说。啊，结果呢，十点钟一看手机，哎，不得了，有关部门的人，不光是这个政府部门的哈，也包括这个什么，我就不再说了哈。 啊，那个那个电话，我一看，哎呦，这么多没接电话，不得了，就立刻在那个一个高校的门口，车子已经过来了，就请你请你喝茶还靠费的那个车子已经过来了，怎么要呃要挟你？所以你你你你发了什么邮件？怎么样你把那个邮件要转给我？呃、到底什么内容？我说我的邮件，你知道中国高校的邮件都是公开的，对不对？那局域网就说经过过滤的。 经过什么党办，经过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文保，大家可能有有很多人不知道，文保就是每个高校里面的叫文化保卫处，啊，他们都已经看过了，还让我把我给别人发的邮件打包再转发给对方。我说对不起，这个你们都非常清楚。你在网上，你如果不看我的邮件，你不偷看我的邮件，你怎么知道我给人家发了邮件呢？我公民的这个通讯权，对不对？我这种隐私权被你们侵害了。 啊！我不告你们到也罢了，你反而找他门来了，对不对？其他人士，我这地方你说一下，啊，跟我接触的这些人士，不要找我的麻烦，包括我就不想说更多，对不对？你一旦找我，就会每天，我不在电视台折腾你，我会通过其他的平台说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时间、地点、人物、内容都有。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选择？就是说，我也并不是说，行，这个事情我就，呃，因为那个人的问题，我们就就不想不想说更多哈。那么，再谈一谈那个，你比如说那个像网络上的一些，你把它叫做意见领袖吧，啊、呃。 像比如说像胡适根长老啊，像那个刚刚被捕的那个超级屠夫吴干，当然吴干呢，他是一位真正的干将啊。呃，超级屠夫吴干，我在上课的时候呢，也用过他这个案例啊。呃，这些人啊，他们呢，实际上也是在把我们中国这个引向光明啊。 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只能简要的这个提纲挈领的说一说哈，呃，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士我能够想到的啊，不能够做更深入的解释。如果以后有时间，我可能会再做一些专题啊。再比如说像那个流亡海外的一些人士啊，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像魏金生先生啊、王俊涛先生、杨经理先生、王平先生、于杰先,先生等等，对不对？呃，各种各样的这个学者流亡海外的人士，我觉得呢，你不你把他叫什么名誉人士也好，把什么人士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流亡海外的这些学者、这些专家、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士，只要是在做推墙工作的，他都是把中国引向光明。他们内部的所谓的这个纷争，这个不，我并不,不 care。你只要在做推推墙工作，OK，那就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对不对？啊，当然也不乏像郭文郭文贵先生爆料说，这个海外大概有多少？有中共的特务，有两万五千人。哎呀，小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都在暗处，你还别说，其他部门我不是十分了解，至少在美国的很多高校里面，啊，都有中共的，怎么说呢？眼线，啊，这地方我不想说更多了啊。那么还有中国的一些弱势群体，啊，你比如说这个弱势群体，我们就想啊、呃，能够提到什么呢？比如说像。 访民啊，低端，哎呀，我都真不能用这个数，一用这个术语，我觉得心，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是说，简单的说，就中共的草民，被拆迁的，包括甚至说曾经为政为中共服务过的，像那个退伍军人。哎，提到退伍军人，大家看一看，你如果对比一下这个在中国中国的退伍军人跟美国的退伍军人。 那真是天壤之别。美国的退伍军人非常骄傲，他们戴的帽子上面都写着“老兵”，对不对？有专门的老兵医院，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的设施。啊，老兵如果在街上走，或者是在什么任何公交这个公共那个交通设施上走，你遇到他都是非常受尊敬的人。中国的老兵很多，这个复员老兵怎么样？成了像那个，哎呀，说的这个比较形象，当然不太好听，有点像那个叫花子。 多么痛苦啊！当然有人说这个痛苦，它是因为我们不说更多了吧？也就说你如果跟美国的这个对比一下啊，你比如说在美国任何一个，你可以把它叫做 community，OK，、okay, 一叫的是叫社区，叫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什么美国军人的那些纪念碑啊。我刚才提到他们老兵的一些装束啊，他们老兵的待遇，我这地方只举一个例来说明一下哈。 退伍军人的这个待遇，我是看到有一有一例，他是怎么计算的呢？计算你在军中服役的时候，最高工资，因为他这个服役的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军衔、不同的这个军呃兵种，服务的时候呢，他的收入不一样。最高工资三年收入的平均数，你自己算，你认为哪三年最高，那你就按这个来算，这是给你的这个退休金，啊。哎呀，最后呢，我还想，嗯。 做一个既算是结束语，又算是这个开场白啊，就是提什么呢？提提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啊，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台湾这是中国的真正的希望，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希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我还是说做选举政的学，在国际上几乎有一个惯例、嗯，给大家这个提一下，这个国家的这个选民。 三十五周岁以下的这个选民，他们的投票倾向基本上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政治倾向。也就是说，年轻人啊，在中国我们不说，特别说这个，比如说像八零后、九零后，尤其是九零后的这个年轻人啊，那你看一看，像那个，呃，呃，公民考拉是吧？呃，旗袍，呃，香港里的黄之峰、罗贯中、周永康，这个周永康不是那个。 <laughs> 不是那个所谓反党集团的周永康啊！你说等这些人士他们觉醒了，他们出现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想加上一句，就是呃，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啊、呃、来不及啊，主要是要要说的话比较多，我只能这个做一个简短的收尾啊，就是台湾的民主实验啊，台湾的民主实验呃。 你是说这个台湾的民主实验，可能很多台湾籍的人士，呃，就连那个台湾的那个国号啊，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说，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讲，老天爷之所以留得了台湾一块净土，那就是要给我们中国内地指明一个方向。不是说中国人搞不了民主，搞不了选举，搞不了多党制。 看一看台湾，就 OK 了。上帝、老天已经给我们留了那么一块净土，也不需要向所谓的向西方学习，对不对？当然，学习这个心态是必须要开放的。你看一看台湾就 OK 了嘛。啊，这个今天呢有感而发，这个时间有点这个稍微有点长啊。我觉得我由衷的表示，呃。 我的不安和歉意啊好，好，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对我们这一期这个呃“事实评说”的这个收看，再见。